腾讯综艺《深井烧鹅》烧鹅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奇俊，我是蔡正杰，我是吴继峰。鸳鸯锅、麻将、肉，你滚！哈哈，牛肉、毛肚，我不吃。鸭肠，不吃，不吃，都不吃。我不吃豆腐。碳酸饮料，红糖糍粑，我都不喜欢吃甜的。我俩串串刚吃过。哈密瓜，没有，他刚刚说哈密瓜，是吗？那好棒、啊。他刚刚说哈密瓜，我说哈密瓜，哈密瓜，你听错了。哈密瓜。星级酒店。你看像什么？哎，我都想真实一些哦，真实一些哦，真实一些哦。我想选民宿。我要海景酒，海景套房。海岛。自然。下海。再也不爬山了。再也不爬山了。爬山、啊。再创造了。啊，不。在某个节目里面，哇，那个走步行，哇，我走了十几公里，走了，我不想再走路了。日出，缆车，我跟你们讲，摩天轮我记得一个非常痛苦的回忆，就是有一个大冬天，哇，去坐摩天轮，我在上面快冻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快困下去？缆车的话也会很冷吗？缆车比较快，缆车比较快，而且它是有里面有空调。你是过山车，你搞快的这个，买。他又想吃又想买，我又想吃，我想买吃的。不会，带手机。不会，因为通常都是。他说不用特意拍，对，他就随意拍，对，就不用特意拍。不会。没有感情的家伙。Round three。反个方向，反个方向。没关系，我画他，不可以。蔡俊杰画我，你画的很像。你相信我画的不好，我把这张纸撕掉。你相信我，真的，我画的。不然你们这样画，你们一个人画另外两个。好，这样可以。我要开始画了，我看你今天的发型是什么？几天不见，新鲜的发际线有点上移哦。这个笔太粗了，你看画不好怪笔。你来吧，都好了。别就是那么简单，就是蔡正杰啊。我其实作画，我想思考特别久，因为蔡正杰他长得特别帅，所以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画。然后再来呢，第二张这是吴继峰。然后其实呢，其实这个吴继峰画量好少。等一下。你先别看啊、哦，他就是眼睛特别大，然后笑的总是特别开心，然后我忘记加一个东西了，好恐怖的眼睛。后面加上去这两个东西呢，就是因为吴继峰特别爱笑，所以我也祝他褶子可以越来越少。啊，就是，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吗？因为一个分左边，一个分右边，一个分左边，一个分右边，所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特点。你看我多细心，郑杰这个我还加了一个今天戴的项链，然后孙宁俊这个就是一件衣服，然后孙宁俊就是好仔细啊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快乐，然后越来越帅，早日超过我。然后蔡正杰呢，就是祝你越来越大屁孩。没有，他已经够大了，不能再大了。这是孙奇俊的 Q 版人物。然后我首先为什么要这样画呢？因为他今天分了头发嘛，分了头发。然后他的眼睛也很大，因为他们两个眼睛都很大，所以我就画了水汪汪的大眼睛。他也是爱笑的，只不过他在镜头面前他不爱笑，对，就一直装高冷。其实他是那个私底下是个挺开朗的人。你不要装了，你的法令纹都笑出来了。因为他今天生日嘛，然后我就给他画了个蛋糕，我就祝他生日快乐。然后我祝他的东西是祝你事业顺利，幸福共赢，然后我们的友谊永远不会淡。那肯定的。接下来是风风，风风是一头乱凌乱的头发，怎么刚才多了一朵花呢？它是上面那是他的风车，我不会画。哇！
因为我记得我在微博上看到过他打的那个风车的一个。画了一个风车，这是你很感动的要哭了，这是你很标志的一个。那你赶快哭吧。我给冯冯画了一个双下巴和他的嘟嘟嘴，就是我提醒你，你最近回来也能长肉。有，然后我祝你呢，祝你祝风车天天开心，然后祝你减肥成功。谢谢。哪里碰？咱不撒娇的，纯爷们儿，纯爷们儿，笑死我。然后。那这个就不能，这个太难了，对吧？太难了。我赢了。我也赢了。我就说，我发给徐科，就是跟我第一次公演同台的一个 SDT 娱乐的跳舞特别厉害，让我特别佩服、非常敬佩的一位哥哥。然后就发哎，有人吗？然后他就说啊。你这哎有人叫撒娇，不算撒娇，你重新发。等一下，没有，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等一下。真是口气不一样，但是他回我第一名，不好意思。我给王老师打的，然后他王老师师你在干嘛嘛呀？说我在长沙呀，咋了？他给申鑫静发了，他套路我。但是我也给侯礼发了，说丽丽在吗？中间想你了，他说去干嘛？好冷漠，干嘛？看他的表情，漂亮，这个表情我学一下。晚安，有气势一点的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3、2、1，晚安。鹅，烧鹅，鹅，就是那个烧鹅，烧鹅，烧鹅，烧鹅。我不讲了，他们两个讲。发音的那个盲区是不是？烧鹅，鹅，哦，烧鹅，你再讲慢一点。